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哦，我跟大志在公司测试新的游戏啊。老婆，不要生气嘛。测试游戏，不就在打电动吗？那这就是我的工作啊。 不管你要我干嘛，我没有要你干嘛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早一点回来陪我。老婆，我知道我们现在很积极、很努力的想要小宝宝，但正常的人生我们还是要过吧。正常的人生，吃药的是我，打针的人也是我。 不舒服的人也是我，躺在医院病床上也是我。你有你正常的人生，那我呢？对不起，我刚吃完黄体素，我觉得人很不舒服。你如果不舒服的话。 我可以陪你，但你知道你刚刚口气很差吗？我的口气很差，我口气已经尽量再好了，你就不能多体谅我一下吗？我哪里没有体谅你？我要一边心疼你，一边帮你打针。上班我要开会，你要我请假我就请假，做功课我哪一次没有配合？你觉得我哪里不够体谅你？ 我只是真的很怕会失败，我很怕真的生不出来，我很怕不会成功。啊，不哭不哭，啊，可不可以成功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，好不好？但日子我们还是要过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…… 不舒服，心情不好，不开心，也跟我讲啊，我会尽量赶过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没事。我爸等下一颗卵都没有取到，老婆。 不要担心，刚刚就超音波的时候，不是有照到8颗滤泡吗？嗯，一定没问题，妥妥的。好，大姐，我们准备进去喽。麻烦你了。那先生就麻烦外面等候。好，小梅，加油。你这边走，小心哦。 老婆，情况是比你想象中的乐观，你本来担心一颗都没有，结果我们取到了2颗，哎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可是滤泡照到8颗，我们才取了2颗，上一次只有1颗，每次药剂就要5-6万，然后取卵一次又要花个2-3万。老婆，钱再赚就有了，但是卵子一去就不回头了，对不对？ 不知道我们还要再取几次？不要担心，让老公我来投资你的卵子，卵子啊，我很看好你哦，加油！嗯，你看笑起来多可爱哦。好了，换老公去取经喽，嗯，乖乖等我。 Thank you.
就这样打了无数的针，终于到可以植入的那一天。轻松哦，不要用力哦。好，那我们把心情放轻松，那等下植入的话会比较顺利哦。干嘛？你的试管该不会……对，又没中。我现在已经取精取到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我上次还差点弄不出来，我就很急，急到满头大汗的，我弄到后面都差点抽筋了。我是很同情你啊。可是试管没中，嘉飞应该心情更差吧？你不用待在家陪他。我也想要陪他，但他不要我陪。他说他想要静一静。对，我也想要静一静。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难受，我也很难受啊！我每天都要承受他负面的情绪，那我自己呢？我怎么办？我只能笑笑的跟老婆说：“老婆，加油，我们继续努力哦。”我是明白你的感受了，你不明白了。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种下希望，然后希望又落空。你玩游戏卡关了，没关系。上网找一下攻略，哎，网络上有很多人跟你讲这一关怎么破，回来继续玩，解掉了 ，OK， 游戏就破了、啊。但生孩子完全不一样，没错啊，网络上很多人会跟你讲，哦，你要滴什么助孕精油啊，然后洗澡要用好运皂啊，还要抬脚，他妈管你抬右脚还有左脚，根本就没有用。生孩子就是老天爷在玩你啊，他要你生你就有，没有再怎么努力。不是啊，你之前不是才怀过一次，一定还有机会的啦。对，怀过，但那之后我们努力了很多次，都没有用。要不要再一杯？好啊，再一杯好了。瑞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用陪老婆吗？学姐，我花了30几万。换来一个天天不开心的老婆，我不能来这边喝酒解闷一下吗？回来喽。回来了。嗯。吃过饭了吗？哦，吃了。妈今天刚好上来台北啊，我们一起吃晚餐。嘉飞，这个是妈给我们的。来，这个啊是白子图，妈说这个很灵哦。说之前啊，有人数这个数到101个小朋友，然后过没有多久就怀上了。妈说希望你继续加油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好。我也不想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但生不出来本来就是一种压力，还要给我这个，你笑我怎么没有压力？你不要那么敏感嘛，妈只是想要帮忙啊，而且她是确定我们要继续努力才给我们的嘛。如果我们要放弃的话，他就不会给我们这个了。谁跟你说我要放弃了？我吃那么多药，打那么多针，花了这么多钱，我为什么要放弃啊？好了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放弃，好不好？我把这个收一收。好